来抓奸细啊，来抓同学的奸。他已经有一个那么漂亮的老婆，然后来在外面乱搞，太过分了。所以我今天对，所以我今天来教训。还不错，我错了，还不错，可以再来一次。我应该早一点结束。我太贪了，太贪心了。我错了，可以重新来过，可以原谅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错了，可以原谅我吧。哇塞，十几个人全部在用，要清场。这个摄影助理有收费，约200块。觉得应该就是会对另外一半特别好吧，要不然就电话特别多啊，或是之类的，特别关心之类的，对啊，或是会常常应该是不知道，就是会常常骗你啊。其实我觉得女生都很敏感的，就是如果对方有什么异样的话，应该会感觉到的，就是一些平常的一些行为啊。对话是应该自己感觉俗称的那种第六感，第六感，你们第六感强不强？